影《动物世界》里，一峰周冬雨共同开启海上游轮冒险。电影《动物世界》里，一峰周冬雨共同开启海上游轮冒险。由韩延执导，李易峰领衔主演，迈克尔·道格拉斯特邀主演，周冬雨特别出演的电影《动物世界》定于6月29日全球上映。6月6日，导演韩延携主演李易峰、周冬雨共同出席开挂启程发布会，开启了首次海上电影体验之旅。本次体验会在游轮上举办，还原了影片场景。发布会现场，主创们揭秘了电影中的三句经典台词，凸显出二人之间的情感变化。李易峰也与周冬雨切磋起了台技，让大家真实地感受了一回命运号的气氛。拍照互动时，两人尽显搞怪本色，将剪刀石头布的规定动作演绎得可爱又搞笑。文阳静。